写着放心吧，未来是充满活力的。哆啦 A 梦为了帮全世界在疫情下加油，写了这一封来自未来的信。画面上也看到哆啦 A 梦戴着口罩，只是哆啦 A 梦戴口罩的样子也引发大家好奇，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耳朵，到底是怎么戴上口罩的呢？而事实上，这是哆啦 A 梦的制作公司在疫情期间为了鼓励大家留在家而推出的哆啦 A 梦 Stay Home 计划，在他们的官网上免费发布小游戏、电脑桌布让人家下载，甚至还可以免费线上阅读哆啦 A 梦的漫画。